真空爬式干燥机。真空爬式干燥机是我公司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自行成功开发的新型卧室真空干燥设备，制作技术先进，占地面积小，比流态化干燥机能耗更低，生产能力大，产出质量好，效率高，节能环保，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中浆状、膏状、糊状物料的干燥。设备机身为卧室圆柱形，两端为支撑机架、密封、传动系统。筒体分三部分：内胆、夹套和外保温。该机结构主要由搅拌爬齿、内轴加热采用旋转接头进出、干燥筒体、热源进出口、冷凝水排出口、密封端盖。匀速传动装置、安全阀、抽真空口、加料口、压力表、气动出料口。智能控制箱、脉冲补尘器等组成。整机卧室结构，全部设备部落件整合在钢架上。加热介质可以是热水、蒸汽或导热油。总体设计合理，结构紧凑，整机运行流畅稳定。工作原理及特点：该设备采用大面积夹层加热方式，传热面大，热效率高。启动设备，打开热源进口阀进行加热，湿物料经进料口加入干燥筒体。干燥机工作时，在真空条件下，主轴带动均部的爬叶，用以分散、搅拌、逐层推移和干燥，物料不断地被爬叶上下推移翻动、分散、搅拌，充分地和受热壁的表面接触，均匀受热加速干燥。水分气化后，由抽真空口被真空泵抽出，这样避免物料干燥时表面变色和结块等现象，大大缩短了干燥时间。仅为同类物料在真空烘箱内干燥的1/3时间左右，提高了生产力。特别用于有容易被氧化危险的物料和热敏性物料的干燥，在干燥过程中不破坏晶体状的物料结构。干燥后的物料经特殊设计的高密封性出料口排出，冷却后直接包装。我公司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增加振机装置，根据不同的物料配置特殊的过滤形式，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